我的是月亮，你的是星星，正好是一对。凭什么你是月亮，我是星星？我不要做你的陪衬。给我吧。喂，你现在拿上梁静车的备用钥匙，把车开到我发的定位这儿来。好。不是我害了他，是我们。你忘了你怎么害了他吗？啊？是不是你传的他？你叫唤什么？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我有的是钱，他的钱都是我们的，我们的钱足够活下半辈子，你听得懂吗？你骗了我无数次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爱你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听不听得懂？闭嘴，闭嘴，立刻闭嘴，把嘴闭上。告诉你，这不是一个求爱的地方，但是你要相信我的真心。我知道。我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你记得这枚戒指吗？你不是一直想戴上它吗？现在它属于你了，好吗？等我完成了这件事情，我们就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没有人认识我们，没有人会打扰我们，我们踏踏实实的过下半辈子，好不好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对天发誓，我只爱你一个。交给我，
你醒了是吗？醒了是吗？啊！啊！啊！